林姐姐，最近有武汉病毒，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常常待在家里，多洗手，然后戴口罩。那如果你真的在家里很无聊的话，就听达林姐姐分享绘本故事吧。又麻烦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的是布朗克动词动。其实呢，要分享这个故事已经有一阵子了，然后因为过年有一点忙，就拖到了现在。为什么特别挑这一本跟大家分享呢？因为我觉得动词动呢，就是你知道充满活力，就会想到我以前主持一个运动的节目，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。然后我一直很期待自己可以再主持关于运动啊跳舞的节目，因为这才是我的专长啊。可是我后来越走越文静了，都变成在弹吉他或者是画画。希望提醒大家，其实我的专长是跳舞的，职业是舞蹈老师。那今天分享这本书给大家，布朗克动词动到底里面在讲什么呢？布朗克动词动，嗨，我是布朗克，我跟朋友住在一个超挤的房间里，门卡住了，我们都住不去。哦，真的好挤哦，好想出去外面玩哦。外面有我爱的跷跷板，妹妹布朗尼最爱的加加酒，好朋友嘎嘎里爱的游泳池，还有好多好多哦，无敌长的溜滑梯在那里。说如果想出去，就得先努力运动变健康。好，他决定为了出去，他要努力运动，一起出去。是变瘦了，所以他们才出得去吗？不然太挤了，是这样吗？哎呦，跑步，哎呦，跑步，哇，大家都好努力的运动哦。哎呦，打棒球，哎呦，打棒球。喂，他拿的好像是热狗呢。哎呦，做体操，哎呦，做体操，哇，让我想到达林姐姐在台湾金大战最新的那一集，也是去有体操的学校，我也有做这个翻滚动作。哦，还有耍彩带，跟蔡依林一样。哦，他滚得过去吗？加油！呼，大家要记得哦，运动完一定要喝水，补充水分。没错，休息喝点水，继续动。哦，他们真的好认真。哎呦，哎呦，嘿咻嘿咻，拔河。哇，你们过年吃很多东西，有没有跟布朗克他们一样努力的运动呢？嗨哟嗨哟，跳芭蕾舞也是运动，好可爱哟。哇，大家跳芭蕾舞都好优雅的感觉哟。嗨哟嗨哟，哦，骑脚踏车哦，大家可以去骑 U bike 哦，但是要小心安全。运动到超嗨的时候，我们都跳动词动舞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喜欢动词动，双手动词动，双脚动词动，头发动词动，让我想到台湾音大战，我去过蓝屿，他们跳的头发舞，达林姐姐的头发也有动词动，睡觉不要动，没错，手指动词动，哦，手指歌可以运动一下。爱心动词动，因为今年是2020爱你爱你年，屁股动词动，睡觉不要动，我知道啦，全身动词动，动起来，大家一起动起来，就是爱运动。诶，我节目名称就是爱运动。诶，大家有看过吗？达林姐姐跟海泰哥哥一起主持的，当时我还叫泡芙姐姐。休息的时候喝点水。诶，你们也想一起吗？好哦，我们来办场运动会吧。嗨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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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体一起动起来。好笑哦，这三个人在跳啦啦队舞，好可爱。很棒哟，第一名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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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突然地震啦。哦，原来我们一直动，门好像可以打开嘞！哦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不要急，不要推，大家要排好队哦，一起努力，一二三，用力，一二三，用力！哦，看他们运动的同时，大家是不是忘记了？其实他们这么努力是为了要出去那个好挤的地方哦。只差一点点咯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，一起努力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哦耶，太棒了 ，Wonderful！
考考你 wonderful 是哪一个英文单字？答对了 ，wonderful。哇，布朗克他们好开心哦，终于不用挤在一个小房间，你可以到外面很快乐、很自在、很舒服的玩耍了。想荡秋千，想要跷跷板，想要吊单杠都可以哦。过完年了，你的肚子里有卡住的布朗克吗？你们有没有变胖胖，吃太多零食呢？快点动一动哦，你做了什么？有做的就可以把它撕下来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哟、哦！你有跳芭蕾舞吗？你有去骑脚踏车吗？你有拔河吗？还是你在当沙发马铃薯呢？或者是你在听达琳姐姐说故事，这样子可以哦。听完达琳姐姐说布朗克动次动的故事，其实这一系列还有两本《布朗克卡住了》，还有《布朗克咕噜噜》。你们想要听达琳姐姐讲，还是自己去看呢？如果想要听我讲故事，赶快在下面留言给我哟。喜不喜欢今天达琳姐姐分享的这本妙算工作室提供的绘本故事？布朗克动次动呢，不要再坐着了，赶快站起来动次动，暖暖身，动动身体，拉拉筋，这样子身体才会健康哦。好，很好，舒服多了。期待达琳姐姐有分享更多的绘本故事给大家听，拜拜。